点。我其实不想玩杰斯的，但是这把对面选了个亚索，我不得不掏出我的杰斯，因为亚索很怕杰斯。我是长手，他比爆发也比不过我，破他盾。哎，我操！持平没关系，开始消耗他，等我们四级再压他啊！先补刀，他有吹风，离他远一点。先把他盾给破了，破他盾，点他。我没有药了，我得打得柔一点。西兰，补刀，哎，补刀，他回家了吗？你看看这个细节，这个你，是时候进行抵抗了。西兰，敲开，点点点，哎。一套消耗，点他，点他。放眼未来，变形完毕。算了，没有苍穹之月，打野来了，我看到了。知道为什么我要交这个闪吗？因为。我以为他放的是 W， 如果 W 那个位置把我晕住了，我还是得交闪，那就很亏，知道吧？但是呢，他放的是 Q， 他的 W 没放，可能是隐身的时候放了，我不太清楚。所以你看似我这个闪现交的有点二，但其实是要交的啊，是要交的。我只要被他晕住了，我肯定还是要交闪的。那我血量没了，我就很亏。我没有回复了，知道吧？我叫这个闪现就是保住回复的。敲过去，不敢还手。正在充电。Okay. 我得西兰，西兰。对面这辅助为什么跑上路去了？西兰。破他盾，他也在上，他现在不敢跟我拼爆发，他想 Q 兵，想吸血，吃我一炮，嗯，破他盾。他也在我左侧，他不回啊！这打野不知道在哪里。破他盾，顶他！我得小心点，我感觉打野来了。好，不贪，不贪，小心他勾引我。这个打野挂机了吗？他们好像吵架了，这辅助不下去。西兰，他们好像吵架了，挂机了，挂机了，挂机了。
这辅助不出来了，打野也不出来了。我正要享受战斗的乐趣。这打野到现在没看到过，将战锤砸下，隐形完毕，野怪也没有啊，哦，没挂起，没挂起，没挂起，六级一直在发育。不能小看对面，点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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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这波轰到他死了，差不多有护盾，有护盾，没这个护盾他死了，伤害刚刚好。我没有，我没有叶子。闪现，闪现的加农炮还是有点难度的。我手感现在不是很好，鼠标拉过了，他的打野可能没走。但是你这么一点血量，你再勾引我，我也得上。啊，那我也得上，我不管你是不是勾引。来了，没事，够不到我。耶，这个人他怎么不怕啊？哦吼，打回去了。绝对不要回头。我的发育还可以啊，荡了一波。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打野不在的，这个亚索送了，送了，送了，这个辅助，这个辅助搞事。难道他是演员？复仇去。他死了，我有点燃的。人龙一起收。我操，伤害有点高。耶，那你闪现送。这辅助是个演员，
这辅助是个演员。吵架，吵架，好像也不应该呀。这辅助上来就挂机，可能是恩怨局。现在的小青年脾气都有点差。正在充电。我以为他采蘑菇。绝对不要回头。这个剑魔很肥，四个头没死过，人头我收了，吃我一炮！一滴，哎呦！我们一起推吧。压制这个剑魔，蘑菇压不了他。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好，这大爷上当了，这大爷上当了。哎，算了，我没有闪现去敲他，因为，啥 ？K 头怪，一步错，不能干，吃我一炮。好，采蘑菇。是时候。吃我一炮。吃。可能这个段位有点低了，我并不是很想教学，我想来把钻石大师局的打野教学，各位感不感兴趣？如果想看的话，借我一个号，私信发给我，钻二以上，好吧。最近老是有人质疑我打的段位，我觉得我需要自证一下了。秒掉！哟，不接。你看，我接个号也不接，那不接那就算了，那没办法，那就算了。我很长时间没打了，自己号一直没打，知道吧？所以没号。G
借又不借，不借嘛那就算了。可以，两个人头轰死一个，这剑魔直接秒。耶，人呢？看到我们了。敲开，哦，没开完全，没开完全啊！你们在质疑我，当然我知道，其实这个时候肯定已经有很多观众把号发给我了，我只是逗你玩，但是我肯定会打的。嗯，我等会儿就上啊，我故意这么一说的。他死了，他没有看到我。诶，打，肯定打，因为这两天啊，这个很多玩家看我打这个低分局的路人教学呢，已经觉得学的差不多了，所以我这个时候要考虑到一些高段位玩家了，你懂吧？嗯，可能白金的、钻石段位的玩家就觉得好像是吧，就学不到东西。所以我决定今天来玩一下，并不是为了证明我很强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是来波钻石的教学。你可能会担心我，你会觉得你现在还可以吗？行吗？其实我跟你讲，我每天都在打，我保持这个手感，所以我的技术是不可能退步的，你懂吧？哎，可能你会觉得我反应稍微慢了一点点，跟小青年比的话，但很多时候真的也不是很需要反应来打这个游戏。已经形成肌肉记忆了。时刻准备的，不投，哎，我们去打大龙，我回家补一波。嗯，怎么说，算不算 K 头？超神了，可以 K。 嗯，我不看版本更新，对，你说的没错。嗯，如果啊，就是你真的要想让我成为一个技术型主播，我花一点时间花一点心思可以做到，但是会很累，因为我的定位呢是娱乐主播，你知道吧，所以没有必要成为一个技术主播，但偶尔的还是要展示一下技术，对吧，毕竟这个基本功还是要有。就像我吃鸡一样，很多玩家为什么喜欢看我吃鸡，觉得我玩吃鸡搞笑，其实不是，我玩吃鸡有很，我以前有练过，所以有很强的基本功，只是你看我打的比较娱乐而已啊，然后很多这种击被击杀的集锦被很多这个
视频作者给他剪下来了，让大家误以为我吃鸡非常的菜，你懂吧？其实我的吃鸡还是有很有水平的，但是这不重要，对吧？这对我来说不重要。无论你怎么定义我，到底是娱乐主播还是技术主播还是颜值主播，这其实对我来说无所谓，都可以，我都可以。哟，他想瞄我了，这个人了，搞针对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回家。伦伦多才多艺，其实我真正的身份是一个魔术师。拆了，拆了，拆了。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我看到了很多问号，我看到了很多质疑声。感谢月落如反音送上的飞机，谢谢。我以前有个外号叫大卫科布飞马，你懂吗？一炮轰什么？点点点。对面虽然知道必输了，但是这个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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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注意数值，注意数值。我现在。